启真，你怎么了？启真，真清，我要生了。这钱你拿着，去找个产婆。我的钱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我的钱呢？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钱呢？啊！对，是我拿的钱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想要是能够赌赢的话，就能得到一大笔钱。以后你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辛苦苦挑个豆腐脑担子满街乱跑了。谁知道老天爷这次又忘了照顾我，所以我把钱输光了。那些钱是我辛辛苦苦挣下的，生孩子用的。你又拿去赌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人，我不知道那个钱是要。启真，启真，来来来，启真，来，启真，启真。你怎么样啊？肚子疼，肚子，肚子疼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忍着，我马上去找产婆。你忍着啊，忍着点。有没有人在开门呢？谁呀？开，是我，我。啊！你这臭痞子，你来干什么？走走走走。不是产婆，我老婆在家疼得满地打滚，拜托你快跟我回去救救她吧。好，要我去行，钱拿来。钱？没钱是吧？没钱，你找别人去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。产婆，没钱还想生孩子？你别这样，产婆。产婆，你快跟我来，快跟我来啊！你干什么你？我老婆快要生了，走走走走，快跟我走！你这无赖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去，我不去呀！放手！去去去！求你了，走走走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启真他们母子俩还等着我带产婆回去救命呢，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启真有救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快开门！有没有人呐？开门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！开门！谁呀？什么人这么敲门？快去看看！是夫人。会不会是传宗出事了？他人呢？有没有出去？传宗他没出去，他赶了一天的货，早就累得睡下了。奇怪了，这个时候会是谁呀？姑爷，那个人说是要找您。找我？是的，姑爷。我去看看。傅振江，你来干什么？赵文华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这里是薛家，你不应该找上门来的，你快走。别！赵文华，赵文华，你不要关门！我跟你讲，我老婆她快要生了，但是我没有钱找产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赵文华，你开门，我求你了，你开门。赵文华，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，赵文华。别叫了，我不会帮你的，快走吧。什么人呢？薛家姑爷，我求求你了。是个痞子，不用理他，我们进去吧。救救我们，痞子，是一个我以前认识的朋友，整天不务正业，老出来跟人借钱。妈，您累了吧？我扶您回房去吧。姐夫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丢人现眼的朋友啊？我去帮你把他赶走。梦瑶，别去。姐，我是在帮姐夫。我知道，可是。你是薛家的少奶奶，这身份去赶人不合适吧？问题是他在外面吵。让他吵，吵累了自然会走的。哎，走走走，都回房去，回房去。赵文华，你快开门！开门！走吧。开门啊！走吧。你开门！开门！都怪我，平常一见到赵安华，不是逞能就是拿花刺激他，这回他肯定是铁了心不会帮我跟启真了。赵安华，我求你了，怎么办？启真还等着我找产婆回去帮他接生呢。不行，他一个人在家，万一晕过去了，那孩子怎么生啊？不行，
我得赶紧回去照顾他。你。换睡衣吧。哦。听人家说，生孩子就跟进鬼门关没两样。要是没有产婆替齐真接生，那她跟孩子不是很危险？怎么了，安华？其实刚刚来找我的人是傅振家。好久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，你师妹的丈夫突然来找你干什么？他说我师妹就要生了，可是没钱找产婆。这么紧急的事情，你刚刚怎么不帮他呀？我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安华，谢谢你事事以我为重，替我着想。安华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吧。秀妍，谢谢你体谅我，那我去了。这么做对吗？会不会又让安华跟他师妹藕断丝连？齐真，齐真，齐真，你怎么样？你疼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没钱了，齐真婆都不肯来啊！哎呀，我的手！齐真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好不好？要是我能帮你生就好了，可惜我又帮不上忙。齐真，齐真，产婆，快快快，这边，赵华，别说了，哎，快帮齐真接生。哎，这里就交给我就行了，你们俩赶紧出去，哎，出去啊，快点，出去吧，啊，出去啊。来，听我的啊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懂吗？好疼啊！使劲啊，用力。再用力。赵华，对不起，我该死我昏，我向你保证，等齐真把小孩生下来之后，再使点劲儿，我一定会发奋向上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过荒唐的日子啊！你听着，齐真母子最好平安无事，否则我饶不了你，我也不希望，他们有事。啊！忍忍啊，再忍忍，马上就好了。师父师母，你们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齐真母子平安啊！老祖宗，求求你保佑齐真他们母子平安无事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马上就好了。生了，齐真生了，谢谢老天爷，谢谢老天爷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，生了个胖小子！我有儿子了，赵安华，我傅振家有儿子了，太好了！齐真，齐真，哎，赵安华，孩子的爹是我，又不是你，你进来做什么？去去去！哎呀，小宝贝，来抱抱你，真可爱呀、啊，真乖。要不是我负了齐真，振家手上抱着的孩子，应该是我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女人呐，生完孩子了，一定要好好的养月子，将来啊才不会腰酸背疼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还有啊，不要让她碰冷水，也不要吹风，不能搬重物，最好是让她躺着好好的休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您，产婆。那我送您出去啊。不用了，你照顾你老婆吧啊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、慢走，慢走啊。来来来，给妈妈看看。齐真，谢谢你帮我生了个这么可爱的儿子。孩子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以后妈妈的责任更重了。真想不到我傅振家也能有个儿子。齐真，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从今以后我一定要改邪归正，我要好好的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，
让你们母子俩过上好日子。嗯，振家，我们还没有给孩子取名字呢。对呀，该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我是想，我这辈子就缺少福气，干脆给他取名叫做喜儿。喜儿，喜儿。启真做妈妈了，她跟傅振家有了属于他们的孩子。从此以后，她的生命里只有他们父子两个人，再也没有我了。秀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小产完，身子还没养好，万一着凉了怎么办？下雨了，我怕你会淋湿，给你送伞来了。你好傻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秀妍，我发誓，我会一辈子爱着你，只爱你一个人。我知道，什么时辰啊？当爹的人了，该起来干活了。启真跟孩子呢？去哪儿了？启真，哎，蛋子不见了。糟了，启真一定是带着喜儿去做生意了，这怎么行啊？启真。豆腐脑真不错啊，就是，又香又好吃的豆腐脑，热腾腾的豆腐脑，这不齐真吗？有齐真呐，齐真呐，快放下！你不是才刚生完孩子吗？这不在家里坐月子，怎么还跑出来做生意呀？这样会把身子累坏的。来，给我两碗豆腐脑。你看你刚生完孩子不在家坐月子，要是不小心落下病根啊，这一辈子麻烦呐。不碍事的，我身体好。这孩子你也别太逞强了。现在还年轻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等你年纪大的时候啊，腰也酸，腿也疼，这浑身都是病，那时候啊你后悔都来不及呀。就是啊，身体是重要的，这孩子还小呢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的。两位大婶，谢谢你们，慢走啊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再见啊，回头见啊，你小心点啊。哎，知道了。这奇珍真不行。哎，不行，哎，奇珍不行。哎呦，什么不行啊？你忘了吗？产婆千交代万叮咛的，你不准挑重的，不准吹风，你怎么出来做生意呢？我这不是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吗？还有，你不能碰冷水。包成这样怎么碰啊？这样啊？还有那个……还有什么？反正就是不准出来做生意。你现在赶紧带着儿子回家躺着休息去啊！去吧。你吃错药了，我回去了不做生意，谁来挣钱养家呀？当然是我挣钱养家啊。你，就是我。我说过了要好好努力工作，我现在是个当爹的人了，当然得说话算话，是不是？给儿子做个好榜样嘛。这个担子交给我，回去吧。我笑了，老天爷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老婆总算给我好脸色看了。
哎呦，您看看这多新鲜呀！啊，您来一点吧。您看看，要点吧。哎呀，这个个都新鲜。大神，来碗豆腐脑吧。来，来一碗。去，我这还做生意呢。大哥，来碗豆腐脑吧。又白又嫩，可好吃！不要！哎，大姐，哎呦，来一碗豆腐脑啊！来一碗吧，可好吃了！来来来，不要！来吧！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，不行啊，这没人理我，这样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好吃的豆腐脑，清宫皇室御用的豆腐脑。老人家吃了耳聪目明啊，小孩吃了长得又高又壮，女人吃了保证美容养颜，有啊，男人吃了包你呱呱叫。哎，你就是卖豆腐脑吧？你以为你卖的灵丹妙药？哎，这位兄台，我不说呢你不知道，就是灵丹妙药也比不上我这一碗豆腐脑。哎，你别走，现在呢我请你吃一碗这又白又嫩又软又滑的豆腐脑，你吃了保证你回味无穷，呱呱叫好。来，这碗我请你尝尝，不收钱。你这么收钱？哎呀，那我可真吃了啊。收钱啊？哎呦，白捡着吃一碗。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哎，还不赖。我就说嘛，像我傅振家堂堂皇室后裔，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是吧？我跟大家打包票，只要我亲自推荐给大家的东西，保证不会差。嘿嘿，这不要钱的豆腐脑味道还真不赖啊。不要钱，给我来一碗。只有那一碗不要钱。哎呀，废什么话呀，这碗都免费了，快快快快点。是啊，都免费了。你快点给人家啊。好吧。这碗呢我还是不收钱，但是你得帮我宣传宣传是吧？行。吃，真不赖。不要钱，帮你宣传。我尝尝，最好我就不帮你宣传。来一碗吧，再给我尝尝。宣传的啊，给我来一碗。来一碗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清宫皇室御用的豆腐脑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的豆腐脑，今天呢小弟决定了让大家免费试吃，不收钱，痛痛快快的吃。我担子是空了，可是半毛钱没赚回来，我怎么跟奇珍交代啊？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我还是先缩头吧。哎呀，晚点被他发现就能晚点挨骂。哎呦，先帮他把衣服收了，或许他一高兴就不骂我了。振家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第一天做生意就把豆腐脑都卖光了。哎，我先把衣服收了。哎，振家，黄豆快用完了，你该去进货了啊。进货？怎么？你别告诉我，你把钱又拿去赌了。天地良心，我哪敢啊！我现在连赌场旁边那条街我都不敢经过。那就好，那你明天进货去吧啊。哦，奇珍，今天我把豆腐脑担子往市集上一摆之后，一圈一圈的人围着我们的担子，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不停地夸你的手艺好得不得了，我觉得我好有面子啊。然后呢？然后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我今天没赚半毛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豆腐脑全让人免费吃了。免费吃？对，今天我全让大家试吃了。齐真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招呢叫做放长线钓大鱼，我现在已经把我们豆腐脑的知名度呢成功的一炮打响了，以后呢我们只要轻轻松松的把这担子往市集上一放，哎呀，买豆腐脑的人群一定会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，到时候没两三下功夫，那白花花的银子就进到我们的口袋来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歪道理啊？啊，你把豆腐脑拿去免费试吃，傻子才不来呢，你这脑子，我看你脑袋里装的就像豆腐脑一样，下次你再犯傻想想我跟喜儿吧。我是有想到你跟喜儿啊，可谁知道他们那么占我便宜。哎，我了，哼，牧羊，爷没睡，给我等门呢。喂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想不想回来看我高不高兴？你需要摆这张臭脸给我看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妈，她也不敢对我怎么样，更何况是你。我上油房去了。我明白，你是因为这个家对你不公平，所以你才要放弃自己的，对吗？可你有没有为我想过，看着你这样糟蹋自己，我的心有多痛，有多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传宗，振作起来吧，听我的，就让我来帮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